我以为打稳豪，全军出击！哇，是稳豪还是船长？ 打伤很带补，用时师傅带会行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被摇摆，所以带不灭，对我也会打完好。带不灭也能打船长，嗯，嗯，啊，因为如果你带彗星，你打船长是可以打，但是你要是被摇摆，你带彗星打，哇，就是完全打不了。 现在不要推。我六级被五级追着跑。 我太不灭，他顶不住。我太果然刚刷新了。 船长人要傻了。他没要过吗？他 Q 我痛，他没要过。 没事，我们这边下路也在压线，所以暴女一般就不会抓我们。优先保下，我很难受。不灭打船长好像也不错。
可以，我很难受。 太难受了。我要的只是安静。啊，不用很整齐，太整齐了。 地院装备星穹和焚天区别在哪里？你去玩一下就知道了。玩一下就会知道区别。
左一生病了，没他咳嗽，我有点担心呢。 豹女说：“哎，灯笼啊！” 剑气一下就有点清醒，是。 我操，这么疼，2191，可惜。 开始，他要干嘛？要上刀的绑架？我应该等大招，等大招我应该就能弄死。别死了，大龙没了。你猜猜为什么难打？你倒打一耙了。 搞笑的，搞啥啥不行，道德绑架，整个地球是一流的。 被关你屁事！
妈的，我又不是靠他们起来的，神经病！就我起来了，然后我带着他们打。分了二条钱，不许可不提这个事。可惜，哎，为错人。嗯，好像被他回了口血。我一错人了，本来可以杀完的这波大波，不然 A 到锤死，我 A 到全宰。蓄龙拳那么快，也有一段时间，他也没有说那么快，有一段时间这么怂，直接走。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顶不关注。